斋月期间扣上瘾了吗？欧文赢赛季第四扣还打脸自己，赛后调侃看看还有哪位队友笑他。 NBA 常规赛，独行侠队在主场战胜爵士队。凯里欧文虽然手感一般，全场投篮19投7中，3分8中2，只得到16分5篮板7助攻2抢断，但正负值正37冠绝全场，而且又贡献精彩的扣篮表现。欧文这记扣篮是由卢卡东契奇助飞，这不仅点燃主场球迷的观战情绪，还让全队兴奋庆祝，尤其是加福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欧文上一场面对马刺队便有扣篮，这是他本赛季第4扣，这对于本身就极少扣篮的欧文而言绝对罕见，而且欧文目前还处在斋月时期。欧文在上一场比赛赛后便调侃，要是自己在30岁有更强运动能力，那真是见鬼了。如今欧文显然打脸自己。欧文此役赛后谈到东契奇给他的空接扣篮，他表示很开心东契奇传了那球，这就是信任。Some of my teammates were laughing at me a few weeks ago when I told them to drop me a lob, but guess who's laughing now? 我们很好奇，欧文接下来是否还会贡献更多扣篮表现。